北京毛戈平化妆学校的老师已经将奥黛丽·赫本完美完成，赫本正踏着时光隧道即将亮相脱口而出的舞台，不要走开。刚才我记着咱节目开始的时候您说这个请了赫本这么半天怎么还没来啊？赫本在意大利拍戏呢，等你们环球回来我会把他带上来。 OK， 请往那儿看。还是他，还是刚才这位吗？赫本的助理，他是助理，得由他来宣布。哦，您看赫本在那儿。哎，这是您给造的型吗？对，哦，您站到旁边来，来过来过来。那您二位让一下。嗯，您这一位离美景近点啊。对，是你问吧。您造这一个型得多长时间？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吧。哦，精细哈。那您看看，我们现场这几位啊，也有这个爱美的这个要求啊，包括陈萌哈，他们也想呢通过造型啊能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您能帮助到他们吗？可以，没问题。可以哈，我们也可以。咱就把这悬念呢留给下期节目，咱们期待通过老师的这个造型呢让他们仨改一个形象。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感谢任世和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正是因为他们在平常的生活里边这个观察生活细节哈，才在舞台上塑造了这么多千变万化、惟妙惟肖的人物形象啊！感谢您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也期待下期节目里边他们三个的全新形象。